还要用死换虚无吞炎的觉醒。谁能读破无谓因果，岁月难辨的善恶流于世说，你和我如影般婆娑，他随虚妄蹉跎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执意的灼，时光翻涌成夏，冰箱为我灼伤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依然执着，天地生死相依，承诺不移的承诺。师尊，时辰已到，各处阵基都已筑好，请您结印起阵吧。青鸾上路了吗？大师兄已前去古族，想必此时已入古界与萧炎他们会合了。萧炎哥哥，青儿，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和你再回乌坦城好不好？回乌坦城干什么？我和你爹说过了，我要娶你做新娘子了。好，萧炎哥哥，嗯，你新创造的异火还没有名字呢。你说，你想叫他什么？小一，我们叫他小一，好不好？小一，嗯。万物伊始，小一就是这一切最新的开始。魂灭生，三日已到，我来了。你很守信，知道为什么叫你到此与我一战吗？正适合你这见不得光的东西。陨落之巅，陨落之巅，何人陨落？何为巅峰？让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也是我放手成全的。我一直想让你到这里，亲眼看一看强者的世界。其实，你我这样的人，才是同类啊。你大可不必为了保护中州那些庸碌的懦夫而死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
今天来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还有每一位不耻与红殿为伍的斗者。魂灭生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远古八族多少人死于你魂殿屠戮，今日便是你偿清孽债之日。都来了，很好，免了我一一的去寻你们。是虚无吞炎，结阵，护法。尚未觉醒，大家依计行事。我感受不到斗气气息了，这三个分身都不是真的。这也不在这儿，不像神法。魂灭生的实力比预估的还要强，找到真身才能破阵。我来。不，你的感知最好，守在这里护住萧炎，我们去试探。
当古玉的光点。魂灭生，你输了。Yeah.
你们又能跑到哪里去？希望你不要像他一样，冥顽不灵，白送气。下次再见，你们就要跪拜新一人斗帝了。古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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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坚持住，古妖，古妖。老祖宗，
别急，他会给我们答案的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替他做好最后的准备。小云哥哥，八族一体，合则立，分则散，这就是斗地墓的真相。小言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斗地把古玉一分为八，就是希望八族连心。没有古玉又如何？只要八族连心，我们也可以打开斗地墓。小影哥哥，你的意思是只要八族的后人连心也能连通古玉？只要八族连心，我们可以与古玉相通，也可以得到古帝的启示。一切还来得及。还有希望。说的没错。驼蛇古玉分散多年，如今便由我来汇聚。萧炎，薰儿姐姐，这次我们赢定了。不好，斗气大陆要有劫难了。爷爷，这是魂殿护法吗？浩长老，通知护院长老，保护孩子们避难。武家，武家，啊！通知严盟。啊！来了。
长老，学生萧炎回来了。嗯，臭小子。萧炎啊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长老，赶紧疏散同学，魂天帝来了。魂天帝？说来话长，中州已经沦陷了，传说中的古地洞府应该就在这天坟炼气塔之下。长老，霸族在古族设下的最后防御已经被突破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带领学生们赶紧转移吧，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。好。爹，这是我爹。天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龙皇前辈，我们是八族之后，我们虽然没有古玉，但是我们绝无夺宝之意，我们闯到这里来也是无奈之举啊。爹，我是紫妍啊。紫妍，孩子的气息。爹，你认出我了吗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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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紫妍，龙皇被古帝所困，神志不清，他认不出你了。古玉者，杀无赦。
障碍被希望覆盖，用真挚的期待滋养着热爱，积极向光等待肆意的盛开，我现在不会再被亵渎。我相信的未来它一定会到来，说实在都不该被取代，一次次逆袭褪去刻板的烙印，隐藏层转机描绘热血的定义，永远支撑醒来，面对这时态，不会被谁安排，不羁的例外，谁明白我从来不服输。我相信的未来它一定会到来，说实在都不该被取代，一次次逆袭褪去刻板的烙印，一层层转机描绘热血的定义，对青年少的自信一遍遍寻觅，揭开真相的世界。时间总是慢慢转动，